感觉今天老肖不喜欢强开 BC 啊，比较稳。好，隐藏直接架，哇，这一下 OK 的，宝贝们，来看这局啊，小小对阵萧神拳，两边三问开始搞啊，不押韵呢，来了。首发到罗对战龙二，龙二这角色此番本是能识歌的啊，但应该是没机会了。小小对决好久没看了是吧？今天必须搞一些呀、啊！反变无限循环，直接带走。卢卡尔还是这么霸道啊，好霸道，好喜欢是吧？来看下一局，老肖这边的迪安娜啊，直接暴走了。暴走越快，死的也越快呀。漂亮，来看一下老肖最后一个手底角色，拭目以待啊。哇、哦、今天小小这老卢状态太好了，无伤穿两个能不能穿三，裁剪者哟、哦、跳轻脚，但是没确认。哇、哦、前冲又被裁剪者哇没了啊，怎么讲还剩一丝哦，还能挣扎吗？没了。嗯，AB 不行哟，小小玩弄起来了，说是可以玩弄你啊，这老肖被玩弄了。来看下一局，比分1-0，看一下这局怎么说啊，来吧，拭目以待。小小这边还是老卢开路，来大跳，嗯哼，老肖这边龙二还是比较强势啊，活动牵制，原地直跳再裁剪者，哇，这老卢感觉无法处理呀、啊！啊，什么意思？小小今天有说法，来看下一回合，老卢内战，想开 BC， 老肖这边老卢也是顶级的，你看想跳没用，反跳再一波跳轻脚，连跳反跳正向中断。说起来蛮抽象的，但是确实刚才操作起来的啊，哇，直接裸中的要还血，裸中的行啊，这还一个裁剪者差不多啊、凯撒波，可能凯撒波血还更多一点。此版本的老卢尤其是那个大抓的伤害被削了很多啊，基本是不及原来的1/3，看一下怎么说。小小的龙儿波动牵制追波少年，嗯哼，老肖操作起来了，心内起来耶，追波少年哟，强开 PC， 再裸一遍，再裁剪者，好家伙，来看下一局吧。小小这边最后一个手底角色小草啊，感觉老肖或者说这个版本这两个人活活完成了老卢的个人秀啊，老卢在手，天下我有，朝他怼过去，嗯哼，怎么说，嗯哼，升龙硕铁循环，这波应该要秒了，不失误的话，反面升龙大蛇，再升龙狂咬，再升龙漂亮，刚好带走啊。来看下一局，看一下老肖最后一个手底角色，不知火，嗯哼，哇，频繁的强开 BC， 再拉后等你前 AB， 再点下重拳，打的确实好，但小小这边也不是白给的，怎么说，跳轻脚好 CT， 强开 BC， 这小草一丝血感觉哎翻不了了。老肖这边的不出火连续起跳确实没脾气啊，双方比分持平，赛点争夺战啊，这局老肖没老卢了，要小心。嗯，龙二这边很谨慎哦，没有强开 BC 压制，哦，逆向被血反，这波管不了啊，死了，还剩一丝，发波啊，不发波，哇 ，CD 还血，还想刚死，想开 BC， 这边龙儿，感觉没法进攻了，一丝血，老卢还有裁剪者，
前跳的话大概率也是相杀，意义不大。来看下一局吧，拭目以待，发个波再发，裁剪者再走，漂亮，彻底疯狂 play。 嗯哼，下边 A 再跟超杀，这局又要穿三，老肖要思考一下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，怎么总要被穿三呢？老肖这边的赛斯啊，跳重腿带弱，感觉总不能无伤穿三吧，咱就是说好像真没了。哈哈，老肖你在干什么？你好像并没有睡醒啊。无伤一穿三，比分2-1，老肖这边要让二追三吗？拭目以待啊。老小小终于是把老卢换下去了，应该是临场赞助啊。好，金加范这边气势汹汹，没了老卢对吧，你就没有那么可怕了。仙气发动怼过去，一套带不走，金加范起身。感觉今天老肖不喜欢强开 BC 啊，比较稳。好，隐藏直接架，哇，这一下距离不够的，急了。来看下一回合，看一下老肖这边二发出场的龙二啊， Yamazaki。 好的，仙气发动，远行权控制位置，小小这边的包子下臂远 A 再跟一跳，漂亮，彻底疯狂了宝贝，收掉啊！龙儿在死版本别的没有，伤害一流，对的。双方龙儿内战，摸中一套都是十哥，跳 CD 抢空，后跳重拳对空，这龙儿的跳 C 啊，基本就是用来抢空的，压制没用，有点类似八神的跳重腿，对，对空比较强势，但压制的话有点疲软。得使追地揪起来，抽鞭子直接收掉，漂亮，最大化输出。一七版能追地的还是蛮多的啊，你像什么克里斯的滑铲啊，表克，对吧？滑铲以后直接能追指令头，再不济也是这龙儿的蛇使追地啊，漂亮。下臂亮点远轻小，这克里斯可是小小死版本的主力，战清泉再点下盘，下臂四点远轻小。木压秀一波，下星角四点远星角啊，很极限。看老肖最后一个雷蒙啊，雷蒙这角色想操作不容易的，虽说能十哥吧，但起手打克里斯真的不舒服，感觉会被压制，会被各种抢断。好的，滑铲被揍坏的是个滑铲，为什么克里斯打雷蒙最忌讳的就是滑铲，没了。克里斯只要牢牢掌握制空权，雷蒙自己会犯错的，对吧？他会堵招啊，他会躲 AB， 但是你要是滑铲的话，对方一旦起跳你就没了呀，可惜了啊。面对这种高伤但是起手困难户呢，就得是扬长避短，对吧？不要有任何的堵招是最好的，不然的话很危险啊。好，播种牵制，前冲追波，老卢这边还是比较谨慎，远行权控制位置。好的，地头直接收掉。老肖这边老卢要发威了，风水轮流转，今年斗我下。温妮莎，哎，前冲也没敢动，怕升龙。你看看，要是别的角色，就算是草八，我估计都要点个下清角的，对吧 ？AB， 哇，这温妮莎很凶啊，但这波的 AB 有点狂。追线涨一掷，这一波就等你来，请君入瓮。李斯压阵波，好，清泉单点血反。看一下小小最后一个手底角色要被穿三了吗？龙儿贴脸开大，贴脸嘲讽，哈哈，走起，滑刀子，蛇屎蛇屎蛇屎，好，揪起来，那没了。哦，滑刀子行啊，速度比较快啊。
这不同的烧杀是有不同的效果的。像滑刀，滑刀子就是给对方加气不是很多，而且速度比较快，适合差点被活捉的时候卡时间去出啊。有好声啊，这时候跑声有点好。后跳轻脚对策一批前路 AB 老乡起来压个嘞，再生再度关注我们，下期节目再见，小小对决爽。